好，我是印泰的 Amy。 今天主题教女生如何组装一台电脑，免召唤工具人，由印泰 B660 GTN 为基础的小型桌机。主要选择这台 PC 呢，优点直立塔型设计，减少体积，扩充性显卡，不管在追剧或是文书处理这方面呢，都是非常 OK 的，在20000元以下，这将是一台强力的微电竞主机，并拥有优异的扩充能力。未来想让它变成电竞主机，也只是插张显卡就能搞定的。主要硬体规格有这些：处理器 Intel 12代 i5-1240，记忆体美光 DDR4-16G。硬碟硬派 SSD 512G， 电源650瓦铜牌，主机板硬派 B660GTN Mini IT 叉，机壳 TT Power 100。我们要注意，在安装 CPU 时不要伸到脚位，其余的只要按照插槽的方向一一插入就好。现在都有缝带设计，非常的简单。微电竞文书机就完成了。看看外观，不管是客厅还是房间，都是非常好看而且又酷炫。其实呢 ，DIY PC 没有想象的这么困难，女生也可以简单的搞定它。接着呢，就让我们来开机看看。如果想要成为一台电竞主机，只需要再加装显示卡即可。经济又实惠，欢迎大家参考这一台的平电脑，是不错的选择哦。